我给你送来了，你现在尝，不好吃的话。会遇到一个朋友，他说我做的那玩意儿太难了，他根本就学不会，问我是不是不敢做简单的。怎么可能？那我不得给他上一课吗？我去，还下雨了，这姐妹还非要草莓熔岩。不都说已经到草莓的尾巴了吗？这没便宜啊，还挺贵的。拿两盒平时买的这种。先把这些草莓洗一下，随便涂一下。草莓的屁股切掉，在对半切一部分，随便找个容器里面铺上油纸，切成一半的草莓贴边放，最好是找一个正方，这样的话正好把那个草莓能够排列的比较整齐。哦，放一边，先做一层冰激凌口感的夹心儿。冰箱没用完的奶油和奶油奶酪，我这一勺就是20克，隔水让奶油奶酪融化，看现在就细腻了吧？特别简单，搅一搅就行。三个蛋黄加一勺糖，打到颜色发白就行。隔水融化的鸡蛋杀个菌，先倒一瓶牛奶搅拌均匀，跟超市买10条巧克力，得放一半黑巧一半超市货，这个简单吧，就隔水搅拌到完全融化就行了。这得先冻一下，再放熔岩那层。哇、哦、太治愈了，可能我草莓买大了。放冰箱接着冻，冻好啦。哇，这应该是草莓熔岩的天花板了吧，黑色熔岩巧克力再搭配上酸甜的草莓，白色是冰激凌的口感，嗯，真的是绝了。嗯，教程已经看了吧？我又没吃着，我怎么知道好不好吃？我这暴脾气，那你等着，给你送来了。你现在尝，不好吃的话，我含刀里洗头。孩子们，今晚有蛋糕吃吗？快来！走对套路了吗？来吧。嗯，太美味了。是不是最好吃？那剩下的我拿走了啊。啊！你会做，自己回家做去。都是我的了。